颜色跳脱传统的饼皮，切开看，地瓜馅包覆马吉更加吸引人。这是基隆知名连锁面包店新推出的桃山月饼，采用日式和果子制作的饼皮，口感细腻，内馅则用台湾特产地瓜及乌豆沙，加上软 Q 的马吉，不但好吃，有别于传统月饼低糖低油的做法，更加健康。今年我们的月饼啊，这是桃山地瓜马吉，它是使用了日本和果子皮去搭成桃山饼皮，然后加入了严选的金山地瓜，然后搭配 Q 弹的马吉，经过繁复工序，然后先蒸后烘焙，然后让它口感更为细腻跟柔软。这一个的话是桃山乌豆沙马吉，它里面是严选台湾抹茶粉，然后与绵密细致的红豆沙跟红云豆沙，然后搭配一样是搭配马吉，然后原本让原本的更甜腻的口感啊，然后带着一个醇厚的抹茶的味道，然后在口吃起来的话会更回甘。那这一颗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乌豆沙乌豆金沙蛋黄酥，它是严选屏东优质的咸鸭蛋，然后一样是搭配红豆沙跟芸豆沙，然后再搭配的严选奶油，创造出奶油的口感。除了有设计感的礼盒外，业者还推出单颗及三颗一组贩售，结果很获好评，销量比往年增加。那针对这个疫情，现在疫情的部分啊，我们也有单卖这种独立的包装，然后让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业者也推出满额优惠的活动，希望疫情能持续和缓，让消费者更为安心的与家人团聚，用美食欢度中秋佳节。记者张启腾，基隆报道。